叫盛天，我是你丈夫。不，我叫朱美芳，伊不是我丈夫，伊是我丈夫。我叫朱丽云，我是一个妻子。啊，我叫杨大发，你是我老婆，我对不得干了。那、啊、我是干的。我叫盛才，这两个小妹是我的女婿，这两个小娘是我的人，这个老太婆是我家子婆。嗨、啊，坐下，过来坐下。啊，坐下。刚错刚错，我纠正，立刻纠正，这个老太婆不是我家子婆。这个老太婆是我的亲家母。法官同志，我要报警。侬讲有啥？我自己亲家母及我自己家子母，是来告黑告，我要告起告起诽谤。对、啊，开支提示你的诽谤，一天到晚来诽谤黑诽谤。我看怒了，像诽谤你像的，爽脱了。哎呦哎呦，爽脱了！对，好了，你们这个还懂凶娃？好了好了好了，哎，我不要多说了嘞，说了嘞。说到个面去，哪个哪道女的女道，那男不能搞歪道，伤他了。我不想伤他了，我想你弟呀。崔女高，把情况讲一讲。我不是女高，让我去讲好吧。我告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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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讼上了下面，盛开、朱丽蓉是原告，现在请盛开先讲。哎，好的。这个法官同志啊，这个事情呢是这个样的啊。我跟他两个人呢，我们本来就是这个老爷子两个人，是吧？不想，想不到就是他，那就这个人。在我们这当中吃高八高的，就是他高啊高啊高啊吃高八高高高高的，哎，对吧？后来我讲了，我讲嘛，我跟这个事情，我讲嘛，我讲哎，讲嘛，老爸爸听，老爸爸对吧？啊，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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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小妹妹也晓得了，对吧？老清爽的事情吗？老妈妈，侬清爽吗？不清爽，我听也听不懂呢，放出去了。那么侬清爽吗？我讲了刚清爽，哪不清爽吗？那么我哪能讲不清爽？好。为什么来讲？事情，为什么我爹爹讲起？对，事情要从我讲起。法官同志，事情要从我讲起。这个前头，嘿嘿，我上当了啦！打办假装啦！啊，弟弟啊，别人讲起来，侬来给我准备假装了。嗯，这么好的，今朝我再听听侬，侬到给我准备了你啥个么子啊？哎呀，阿南喂，你爸爸不过为你搭搭那个桥，我自己一句好听拿不到，主事刚刚多。
是哪个想你饶倘若被子阿里中那个温在表岗去才到家务的是个想你去可不是捐不好收拾工资的卡列布压比大心灵包送作被你不听啊雨伞雨啊他有压招等你当时来喝当中和是多容易啊你怎么是小镜子今后何人也跟他为了设备陪大的兵啊那个计划是做做下了什么呀刀难得我这丫鬟那么难压户这自痛屁这股想吃吃素的那个得痛分没要吃几声啊宝弟弟啊我看吃了把自己怎么准备点个小林小生本子啊上面有一小林小生好的东西有可以不好吃下了喏、哦、好个东西来这鸡毛弟弟啊这个派啥用的啊可是鸡毛白来非亲有谊啊我都是只能做白家了做白家我是一家一家讨的嘞做人过杀鸡我去讨毛有一年小菜上来我看见一个人拎着三只鸡走起我嘎屁股跟起跟到伊拉屋里我是爷爷侬可是鸡毛不能我有农药毛可以想帮我推毛那么我想帮伊杀想帮伊推推来么杀少不能我做白搭弟弟啊做啥么子啊不能搭到人家去做两代鸡用整的性质我这听鸡用整的啥地方来鸡用整的啊侬也好讲哦小娘侬就不懂的鸡用整的比鸭用整的高级叫鸡啊鸡啊先一鸡的后一啊了鸡我掉啊鸡到处过头发个哎呦弟弟啊哪能刚从门口搬来我身上了我弟们刚卫生了卫生了卫生了开水里都泡过了侬个未来丈夫是啥人了？不是普通一般人，是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5000块行钿是哪有身上的？姑娘身上八根毛。哎，老子告诉侬，5000块行钿来到姚大发的心里向，真是叫毛毛雨，毛毛雨。哎呀，毛毛雨钞票嘛赚出来的，也不偷得来的了。爷爷啊，我听我讲的。梅芳啊，这个话怎么把你说得出来呢？啥啥子啊？还叫我亲自带他妹妹看那西洋画戏，你也不当我娘人嘞，你当我佣人嘞，真是当侬佣人嘞。哎，侬力气大呀，力气大嘛，东道眼有啥关系呢？对不？那你要看的是啊，这么多东西，最起码你只敢拿两东西嘛，只敢一不拿，叫人拿，叫人拿，那个我拿，我拿，我拿好了，我拿好了。熊们来这个熊怪不到人家别人叫你吃什么呀？不是带吃的玫瑰花。好了好了好了，不要搞了，进去进去进去。哪块去啊？我领导了呀。哪块是啊？这不是的。哎呀，家里到你早点说又不讲了，真是的，我也拿了烦得不得，现在把拖起来，真是你这个人。咦，没方我想起来了，啥天啊？刚才我在火车站买的到汕头出差的那个火车票，时间是扣个扣的，将我送到家门口我就走的是啊。那我走了，没方再会啊。我去。跑过来跑过来跑过来，你什么事啊？哎，那哪说走就走了？时间来不及了是啊。我领导嘞，哎，我要进去看看不啦？要看呢。呆呆要去忙忙吗？要忙的。妹妹要去宁宁吗？要人的。那么我领要去不啦？不能去。咦，那时间来不及了，跟你打招呼对不起，刚来在家，我走了没法。哎。跑过来，跑过来，跑过来！哎，你什么事哦？跑过来！哎呦，烦得不得了，真是！哎，侬啥车？啥车？旁边去要不啦？阿子？那时间来不及了，肯定。啊，我连不去算了。哎，哎，侬不是到汕头去吗？哎，我叫侬带个么子不要忘记掏。哦，就是你叫我买的那个东西。哎，什么东西啊？公家的事体嘛，记了来得个咯。我连你小事体嘛，一天都不忘记他。不是你晓得我太忙哎。好了好了好了，哎，我再讲一遍给侬听。哦，你快点说。记牢。好，你晓得嘞。美国香水八国领导，高色礼服裙，高跟红鞋啊，网眼白手套，顶顶腰巾嘛，一根金链条。一根金链条啊！因为我的妈妈怎么吃得消啊？不是讲好链条不买的吗？妈妈。没得钱买送嘞。什么啊？是啊。哎。很不要很喊领导管。好，明白。我决定给侬买一根粗的，好吧？哎，粗眼我欢喜的，多少粗啊？干粗我干。侬买根接了粗链条套了我头上去。链条了真是。晓得了，我都会想办法跟你买就是嘞。我也有了。有数嘞，买链条。哎呦，时间来不及，买链条买得不多。我拿通道来提收音机，还有一只廿四寸的菜。讲了半天，我一家头在那白讲，这书袋子回来等我算账。爹爹啊！咦，爹爹啊，怎么冷了啦？哎呀，爹爹啊，太冷啊！哎呀，哎呦呦呦呦，我等我拿点衣服，姐姐快点洗。啊，爹爹啊！阿奴喂，爹爹啊！杀错！杀！不如这个一转嘛，皮牙后更要移脱两分。姐姐，我下星回来刚你爸一到，哎，那个爷爷就来了。吃妹妹喜酒嘛，当然要做你哎呀，姐姐真开心啊！好，早嘞好，早嘞好。姐姐，是个人啊，这趟正好轮着我探亲噶，再加上我婚假，我也请了几天假，别人一来，我等了上海耗子一个月。哦，婚假？哎，我哪个会有婚假了？哦，姐姐，我还来不及跟我讲，我的盛开已经登记了呀。哎呀，姐姐啊，这要恭喜侬，这新娘子了嘛？啊，这个女婿我不认命了。咦，姐姐，我发现那个人结婚了？没有拿过聘礼，没有举行过仪式，收入不一般。侬是讲老实？姐姐。我搿趟一来吃妹妹喜酒，二来嘛，我想等到上海，也别去做酒，亲亲大家呀。哦。
今天侬来陪酒的？哎，姨，哪能侬可去抢夫来嘛？哦，伊辣外头。辣外头啊？哪能可以勿去陪呀？哎，侬勿要去陪，伊已经走脱了。啊？走脱了。新女婿上门，宫门不入，真岂有此理？爹爹啊，是搿能个，伊有眼事体到山头出差去了，阿拉走了比较匆忙，一眼也没啥带拨㑚。葛末我想伊到山头去嘛，陈大兵带眼土菜拨了㑚呀。哎，搿倒是对个。哎，葛末侬讲只提包去，关少爷带个五日进山头面去了。啊，爹爹啊。啊。哎。我啊，随便几句不好。姐姐啊，阿拉这个姐夫我一趟没看见过，我辣辣想，阿拉这个姐夫肯定长得一表人才，相貌堂堂的。姐姐侬讲对吗？好啥？书呆子，书呆子好呀，现在行了呀。既然如此嘛，侬哪个会看中伊呢？哎呀，爹爹是搿能个，听啥个厂里向要从技术员当中提拔一名当厂长。一定有希望，所以我才哦要提升厂长嘞。那么今年提升工资也要提升了，提升几级？大概一年多少钞票？一个你好用哦。哎呀，爹爹啊，侬哪能搞的啊？非缺不离钞票，老是钞票，钞票，钞票。哪能不要钞票？现在办事体嘛，啥个事体不要钞票？哎，哦，众所周知。哎，爹爹，我一路上过来一年没少吃过，肚皮饿死了，有啥吃的吧？哦，肚皮饿嘞。不要紧，不要紧。今朝吃中饭，能够大家和面吃。好的。那三个人都是和面吃，好吧？好的。我去买一斤面条来。好的。哎，弟弟啊，今朝侬去买面，拿斤面猪头买回来啊。嗯。别像上趟一样的，买斤面粉汤嘛，刚刚熟脱了。啥天要分粉汤嘛？嘿嘿，那不得了，这是那爸爸创造发明的。哦，经济世家的好办法。哦。一斤面粉五汤嘛，各是。一斤米是两不七分，分五趟马，每一趟马你量，早算是十五分四厘，二四分二六，四十五十只要付五分，那么五趟嘛，五年两个五可以比你两分。弟弟啊，我今朝给不要比你了，姐姐肚皮饿了了呀。嗯，是呀。对对，今早看了我面上相，我一次头买回来算了。啊，看了黑龙江囡恩回来了，葛么整定一次头买走了。哎，嘿，神通牺牲两分。弟弟啊，弟弟真精明。啊，我是快些，我到了比较比头去。好啊。杨家姚大发哦，侬就是姚大发，侬一定是李勇的姐姐卖方。哎，是呀。哦，姐姐，侬好。哎呦，不要客气，不要客气。大风风飘飘，我妹妹真有眼力呀。哦喏，阿香比阿妹漂亮，一张面孔像不光的茶叶蛋。哎，阿侬请坐，我妹妹在里向，我怎么去喊伊啊？好，等等等。但你有五桩要紧事体啊，等侬想想当初次相识，随便聊聊。跟侬吹什么？哎，侬也是嘛。听你用讲，姐姐是黑龙江工作。哎，是呀是呀。哎呀，不容易啊，见识比强，保卫比强，真是令人钦佩。可是我好好就向侬表示，好谢。听你用讲，姐姐到现在还没成家。是呀。哎呀，真是外国的标兵啊！可是我好好就向侬表示，不是呀、啊哦。我已经登记了，这趟回来举行仪式来的。哦，已经登记了，应该应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我这个妹夫好好就向侬表示，祝福、啊、哇！是拿到油锅里头了吗？我了厂里向是搞技工的呀。哦，姐姐做技工啊，不容易啊，相貌又好，技术又好，真像日本电影明星三口实惠呀。妹夫，侬讲错嘞，三口不惠。啊，没讲错，我讲侬像三口不惠的妹妹，三口实惠，实惠啊实惠，个人都说实惠了啊。啊，那个男人套着侬啊，骨头排着棺材板。棺材板。或者排着天花板。妹夫，侬真风趣啊！哎，妹夫。侬在啥地方工作？本人辣辣
乾坤贸易公司沈仲京。乾坤哦，总经理。哎，妹夫，那公司主要搞点啥？我呢，公司主要的任务是开发臭冬瓜。臭冬瓜？哎，侬不要小看臭冬瓜。哎，上海地方宁波人特别多。我拿宁波臭冬瓜招到上海来，每个号头头两千块比到眼睛赚的。哎呀，我妹妹真有福气啊，嫁着侬就能够靠丈夫啊。想不到臭冬瓜都能吃香。哎，臭冬瓜经理啊，开发公司总经理。不敢当。那公司要人吗？公司最近不需要人啊。哦，不要人。啊，但是将来肯定要有人啊。哦。因为我们任务要搞到。对对对。啊，要增加人员，要开发新品种。我们不仅要搞臭冬瓜，还要搞臭黄、臭当、臭香、臭艾菜、臭皮蛋。我们公司的口号是：让公司的产品臭满一天世界。啊，这个。啥辰光来的？刚刚来了，谢谢了。不要讲了，阿拉已经认得了呀，已经认得了。哎，大花，我买拨侬人参蜂王浆，侬吃过了吧？是侬啊，真是哦，侬买拨我人参蜂王浆，我哪能敢不吃？哪能吃法？看看哦，哎，人参蜂王浆每天吃十瓶，啊，每盒十瓶，哎，每天两次，对，每次吃一瓶，对对对，怎么还有呢？还有嘛，吃的辰光瓶不要吞下去。侬又忘记掉了，我叫侬开瓶子的辰光，当心点手划破。是老的。啊，姐姐不是呀，你昨天生意老吃力的，叫侬这个好好吃调理一下，这个你身体老早就垮掉了。爹爹呢？爹爹买米去了。哦，爹爹买米去。哎，爹爹啊。喏，一次性处理。打不来了。哈，爹爹，我好不来了。到来。爹爹，侬们要啥么子啊？钞票到来。侬又是钞票？当然要钞票。那一共是一千五百块。一千五百块，银一十，存，我来点一点。哎，爹爹，不要数了，难看不啦？侬晓得说戏，哪能好不数？何况记牢，钞票过手，当场点名。爹爹，这个一千五百块有啥个钞票？嘿嘿。就是大楼财力人资五千块，先多三千五，完全一千五，刚好今朝上半夜送来，还好没有超过十二点钟，要超过时间早早罚款。我要罚款啊！这么叫死了金，名正言顺的。哎呀，我真搞不懂，到底是侬讲还是我讲？当然是我讲了啊！我还问侬讲，爹爹。是我家的呀，我讲我不问要噶许多钞票，你次人家钞票侬哪能赔啊侬？哎，搿是姜太公刁我人在上头，他不付钞票，我不敢认。侬如果你不敢来喊我，不敢你不敢喊，我在等楼里去。哎，好了，行行行，哎呀，爹爹，我才讲了正确，爹爹，我就不有道理了，爹爹讲闲话总归对的，这个是我自家自愿的，结婚成家里面用掉五千一万么是要意思。好东西都懂，姨妈我要帮我给钞票。那这个亲就一块了。等个钞票，毛毛雨，毛毛雨。哎，听见吗？毛毛雨，毛毛雨。哦，对了，爹爹，有啥事体想同商量商量？啊，哪个我？就是我这里用婚期呢已经定了，姨妈要打个信。嗯，就是准备过十四天举行仪式的。啥叫过十四天啦？这叫不晓得。哎，你个妈得个迷信啊！哦，亲自算命先生来算过啊。刚再过十四天，搿个日节是好日节，叫啥个叫王？王丹吉日，首先，王丹吉日，哎，不对，是王道吉日。王道吉日，这个么子我也不大懂了。搞第二是好日子，结婚呢，结婚好，外加是包养儿子，养出儿子质量高，一不会生那里头，二不会生儿子的。这真的是迷信啊！搿这个样的儿子那里头不哪能的，那里头儿子自家好。好，真的。十四天以后，哎，更好了。大发，侬这个酒水订好了没有？啊，酒水订好了，酒水也订了龙华殡仪馆。首先，到龙华殡仪馆吃豆腐干没？是吃当吃辣啊了。
那龙华殡仪馆过去三条黄马路新开的十八层楼大城卖。哎呀，搿段闲话侬要一口气讲完个啦，勿好到殡仪馆了塞车，只晓打车来了。那么这个饭店呢，等你业务上有往来了，那么一桌嘛，事体好办嘞。小菜不公正点啊，再靠什么呀？来，馆长你带来个东西呢？啥么子？喏，这个钱的。哦，金戒指带来。哥哥啊，我啥辰光问要金戒指啊？我也没有讲，侬问伊要，我也没有问他要，他自己带出来的。这个是拨侬结婚的纪念品。大发，侬已经拨我一只了，再拿搿只物事硬劲讨得来，我真的勿欢喜。勿重要，不难，我是拿我娘家的。好了，我是好意思。哎，哪个侬带上去？哟，我先带了还好嘞，等一下再拨了伊呀。哦，对了，李勇啊，你妈还送我一样物事，妈讲这样物事带到大金里可以长命百岁。哦，大金里好嘞。哎，对对对，这北京人说是秦项链。什么秦项链？金项链。哎，金项链。哎，对对对。哎，我的爷爷，我的爷爷，老人家也有好处。没事吗？收拾来哦，好好好，阿姐啊，下趟有事体莫打电报哦。叔叔啊，我收拾电报急死来了。叔叔啦，阿姐侬年纪大了，我收拾电报，侬阿姐不晓得是中风呢，还不晓得是脑充血。哎呦，出眉头，出眉头，哦，你头发，哎，搿边头，搿边头，这个。后来一开始外甥结婚，我急急忙忙就来了，请侬吃喜酒呀，哎。一个阿姐，一个外甥，啥我好不来了，哎，一年年。不好意思，哎呀，我们车来不及包。你咋急死你？还弄医药保费嘞？是个人哎，送家后的你是说？是个人，是个。哦，我想着嘞，啊，而且我一样好东西嘞。啥西啊？是我自家设计的，阿拉厂里生产的，出厂家买得来的啦。哦，搿侬四川带来的。四川带来的。哦呀，好的好的。物事真好极嘞，我欢喜的。来，我给呢。好不好？我欢喜。我越娘也欢喜。哎呀，弟呀，侬娘家才好送，侬咋会送搿种东西？又不是买好，我特地来在岸上送终嘞。哎呀呀呀呀呀呀！哎呀，这个啊，阿弥陀佛。干啥呢？哎呀，送终嘛，要上边人头起来嘛，叫送终。哦。哎呀，那岸上结婚办喜事，我弄出送终，我不出眉头啊。哎呀，要说马屁拍了马脚上去。啊，不收不收不收，阿姐干么干？我另外再去买一样好点的么子，好吧？我买嘞，我买了。有送点那个好的呀？这给一个外甥一个家，咋会好个嘛？我买的嘛。那么，阿弥陀佛家，我去了啊。哦哟，阿弥陀佛到我名字家嘿。哎呀，好巧哎呀，嘿，家都一把年纪了，我来够生闹的要死。哎呀，谁个谁个，阿弥陀佛，哎呀。这个人做风俗嘛，像一进来，妈妈娘，哎呀，我想不开了。哎呀，我今早去忙着那啥了，轻松轻松轻松，快点走。哎呀哈，前两年我来过这样，来过了。哎，我不忙。你到普陀山去烧香拜菩萨，分忙着那年吗？哦，对个，我到普陀山去了，走吧走吧。哎，侬今朝才会穿着来了哈？妈妈娘，哎，虽然你都搬到此地来，那么过去你是哪邻居？是呀。再讲你蹲了一代，相处的关系蛮好的。那当然个喂，我听说都大伯要喊你咋？哎，阿拉大伯要结婚了呀！侬消息倒是灵通的你呀！特别的王大姐讲给我听呀！哦哟，我本来么是想发帖子给侬个，我蹭蹭礼貌来麻烦侬了，算了，慢慢叫请侬吃糖么好嘞？不怪个我，也好嘞，那帖子不发，我自家要上门的。我欢迎欢迎哦，侬来我欢迎个呀！大伯娘，今朝侬带个小礼
吧，你给点弄个菜块。哎，我就是跟你俩。你给弄家一点呀，不是个孙子。我太看这个门来欢喜个，来不想进来哭呀。侬送菜东西我欢喜，侬给人欢喜。侬没夸大嘛，拿东西我才欢喜啦。哎，你我欢喜的，我没好有啊。上了呢，哎呀，哎呀，要死！哎呀，臭美头，臭美头啊！一个么送粽，一个么过婚喜啊，要死！大伯娘呢？我那别动气，别动气哦，别动气！哎，臭美头，臭美头！你听我告诉你啊，你个奶奶头有沿海朋友，老张你也晓得了。老张我认得个呀，已经外头了嘛。狗屎仔！哎呀，苦了的呀，裤子也湿了，这个。狗拉头子。是啦，哎，母儿女一锅粥啊！哎，谁个来头子是个模丁啊？把你看着过回乡送给你，别别心意。好了，好，好，好。如今咱们拿出来想送得起的，你再封信，我来不及。喂哎，好了，搬到天后修修的，新产品，哎，这只样子就不好了。啊，彩铃笼子啊，不要给想象的，想象的。新房盖的五斗是啷摆了，还样子来这个好。好不好个，想象啊。你这个弄不出的。哎呦，客气，侬哪能敢客气了，想象。哎呦，我是天忙，是回去帮人家要走的。哦，侬要去帮人家的啊。哎，你走过来，咱都过去吧，你啊。别跳了，要去再去再来呀！哎呦，哎呦，谁讲谁讲？哎呦，你哎哎，大姐啊，出喜酒没忘记？还有一个，还有一个礼拜，哎，请你听啊，哎，来来大众饭店，五点半开始，哎，侬来，好吧？不客气，那一家门我都来。你家门哪？老板呀！哎呦，你家门人头不少嘞，我。中年嘛，我管人头。哎呦，搿是我说说人头。哎，搿侬最好了，侬告我呀。哎，要紧啊，侬厉害嘞！哟啊，有得十八个的嘞，十八个嘛就十八个，个人一个半呀。我一裤子嘞，不要客气，侬来来来，侬毛病裤子。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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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阿拉大发要结婚嘞！大发结婚我生儿子嘞，儿子生了嘞，那么我好抱孙子嘞，是不是啊？嘿嘿，奶奶，喊我啥？喊啥阿娘？奶奶阿娘啊！嘿嘿，宝贝啊，侬是没孙子哎，阿拉囡囡快点生了嘞！啊，囡囡生了嘞嘛，阿娘都塌不嘞，哎，阿娘塌不嘞。我要奶奶咯，宝贝啊，阿娘抱出去过过咯，乖乖，我要奶奶乖，哎呦，走阿娘嘞，阿娘的宝贝咯，阿娘抱出去过过嘞。哦，谁不干你干？在这老农家。那农民怎么样？哎呀，这草我要忙忙死嘞。哪能要忙忙死？亲家公头一次上门。两手空空，像啥样子啊？当然要买门送侬。想得出嘛？四两啥几门？四两门呢？好了，你两个大的吃个，四两四四要十六十两。这小娘年纪轻轻的不懂，我好好教哦啊！初次上门要买东西送我，这是礼貌。大发。这里是姚家吗？尊敬啊！姚大发是自己。哦，对个，对个，对个，姚大发是我的儿子啦。哦，亲家门好了。哦，侬就是李永那个爸爸。哎呀，亲哥公哎！亲哥公好。阿拉娃头一趟见面了，哦，有爸爸欢迎。哦，阿拉李永也来了。那李永没有来，他是李永的家家。爸爸。哦哟。李勇家家跟李勇咋会生得这么像的啦？哎，伊拉两姐妹一身温柔。哎呦，我认不出我李勇去见过一位啦，我倒是的嘞。像哦，像像像像像。亲姐妹了。哦，像个像个。当然像个。哎，因为伊拉两个人都是我一个人生的啦。哦哟，
有伤了，不推板，不推板。哎，马马虎虎，马马虎虎。哎，莫谦虚，莫谦虚，客气客气。伤了好看呀。哎，好看，我还是像我了。哦。哎，难看的地方像伊拉姆妈。哦，伊拉姆妈伤了不大好看的。哎，我看看是还蛮好看的。哦，跟哪家的猴子么好看哟、哦哎？哪里哪里？今朝头一天上门、哎，没有什么东西，亲不见笑。哎呀，侬这位讲客气了。哎呦。哦哟，大大哥，我说起来家汤了，上鸡门的。哎呀，上鸡门的嘛，跟这个对不起侬嘞。今朝是初一啦，我初一月半吃素的，上鸡门都是荤的有肉的啦，我不吃的啦啊。哎呀，对不起。根本不晓得，要初二十六来就好了。哎呀，对不着，对不起，对不起。真不巧，需要需要。哦，有个真对。这要后补的，后补。哎呀，请公公啊，刚侬诚心诚意投了来，我不修弄不到，真的来不好意思。那么我修了来，修了来。哎呀，那么侬吃素还不好吃？哎，不咋个吃素嘛？那我吃皮子好了，我肉不吃好了。哦，侬吃素嘛？上鸡门头吃皮子。哎，肉不好吃不？皮子素呀。心子不吃。哎，我的皮子素啦。我分开吃。哎，唔搞了，还。那么侬吃咸菜炒肉丝嘛？吃咸菜。哎，我肉丝胖啊不胖？哦，搿个素倒吃多不落。啊，吃啊吃啊吃啊！哎，你个啦，啊，汤好热，这个热的好吃了。然后他就，哦哟，汤是大大滚大大滚的，哦哟。哦哟，烫死了！哈哈，好好好，哦哟，真。啊，亲妈妈，哎，我一个心子吐出来，心子。哎呦，要死！我把那大把刀去了，要死。哎呀，根本菩萨要动气哎！哎，唔搞唔搞个，我得菩萨打个招呼，我明朝再补一日好。哦，菩萨是菩萨么认得啊？哎，我每一把头啦。哦，那老爷说了，我不要搞个。青铜呀，侬走走走。大发。大发出去嘞。哪是说地方去的？咦，还有几张帖子没发光？第几发帖子？我们帖子没不发，我就为跟事体来。我请侬呀，请侬呀。请干妹，真是弄凑巧了。啊，俺个囡儿李勇，驾驶车子回来，路过昆山，看见一家工厂来打火着，要一黑气劲跳下车子，想帮去救火的，火刀被了救应着，李勇自家受伤了。来到医院里抢救，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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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啊包扎起来的，我去看护士来打针呀。哎呀，早饭关嘞，给大姐杀你！哎呀，秦公公哎，离开结婚日节还有七日天啦，给七日天回得好吧？不来是不来是，医生讲过来，一个疗程就要七天，看上去一个疗程不够的。就是一个七天不够，做两个七天，两七不够，做三七，三七不止么四七，到五七么差不多了。侬到头高头七了，头七好了，头七么七七四十九年，什么头七么有的，你的双子好恢复盈余的。秦公公哎，阿拉是白戏。不是双子呀！我将他跟孩子保护经济，我是爷是爷，出眉头，出眉头，谁个谁个阿弥陀佛！秦公公啊，给钞票回来，帖子啦，我总发出去了。啊，那个人形才修了来了，给咋弄的？王高不娘啊，我个阿弟撕出来的，撕出来到上海来吃牙刷洗酒，哦，搿勿记得叫伊等待。叫一等等等，叫一等到五七再让一回去。我不要要自家跑呀！哎，我没有告诉侬自家讲哦。把侬搞出来呀，搞起好，把个都要死嘞。所以个日节不好改的啦，再搞改个日节是吧？不是我自家定嘞。改日节是算命先生帮我定的个。啥个现代辰光还亲得了算命先生？亲不是个，阿拉隔壁头个三阿婆。三阿婆那个亲眷有一个朋友会得算命的，我是挨戳戳挨戳戳都已亲了了。哦，那是闭门要亲。哎，这个算命先生灵啊，记得我讲，我这个人家呢是大吉大利，
新娘子带进来就会早生贵子，是王道吉日，所以跟人家不好改的啦。算命先生么是迷信呀，侬不要相信伊哦。哎呀，哪能会是迷信呢？算命先生灵哦。哦。侬阿拉楼顶啦，阿拉楼上一份宁波叫阿丽。哦，阿丽来屋里。阿丽来爸爸。我叫他爸爸哪个？阿丽爸爸上你。哎呀，没想到阿里巴巴上来的，我是外籍的纪念了。哎，那么起来，阿娘接上来，请算命先生算来，算下来会得好吧？算命先生讲不好嘞，三个月不出了就要死。灵嘛灵嘛，灵啊，两个多月死掉的啦。这个是一般的医院常识，外籍姑娘嘛，顶多两三个号头呀。那不相信，我相信了。总而言之，改期是不好改的。哎呀，不干净不来事啊！总不记得叫俺个人包扎子头、擦子氧气、梳子单夹，哦，乘子救护车，跑到菜馆里来举行婚礼了。是呀。我。哎呦，给老头来给把须头呢，嘿嘿，我讲请公公啊，我侬是不是想拉婚啊？请哥们讲各种啊，我们不开心的。我又不是男夫嫁过来，等于丧失好子再嫁过来，迟早总是那个幸福。我们迟早做阿婆，早做阿婆，晚做阿婆，总归要做阿婆嘛，何必加心急？来不及做阿婆呢。我就是要想早做阿婆啦。哦。早做阿婆，我可以早抱孙子。孙子生下来五子，我就好做太婆。孙子的孙子再生下来个孙子，我就是太太婆。再生下来个孙子，我就是就是老太婆。侬来骂人啊？哦，不是不是不是，俺弄出老太婆。老太婆嘛，真出名呀！像红眼电影里向，上起老太婆好的呀。哦，红眼上起老太婆好老太婆，搿老太婆本事大哦，两只胸围开枪了，砰砰砰，我讲好听。哦，所以咯。讲老太婆不一定是坏的了，现在市面上有一些老太婆，包人包叫老太婆，一叫老太婆有个动气的。其实不止老太婆，有各种各样的老太婆，有好老太婆、坏老太婆、笨老太婆、丑老太婆，顶顶特别的就是各种死老太婆。那我是好老太婆，我是好不婆的。对呀，所以讲啊。阿拉利用啦，嫁到阿拉姚家来了，真正是福气呀、啊！有种外头人来给讲是吧？好像，哎呀，有男的嘛，配不了宁波人家，宁波人家做媳妇难做啊，宁波阿婆利益凶，宁波阿婆名誉坏脱了。实在啦，宁波阿婆倒不凶的啦，要装到真正凶的阿婆不孬。阿星的阿婆我干嘛正宗凶阿星说说你过阿星咦就是龙三了娘哎哦第四季的阿星哎凶了啦哦凶了凶哎凤仪东阳阿婆我就好好就要比阿拉宁波阿婆凶了嗯啥个一天呢阿婆不管宁波阿婆绍兴阿婆都不是凶我、那不是东阳阿婆日本阿婆哪婆阿婆阿婆凶我、叫西施家的阿婆了都是凶我只要侬是好，侬是好伯伯、亲伯伯、善良的伯伯、开明的伯伯。我要终身不磨虚金。善良的伯伯，哎呀，俺这个婚期啦。婚期我决定了。好听哈。不给。啊。哎呀，不给不给。香港我不能吃鱼啦请公公哎给子啦阿拉屋里要出眉头的啦哎呀这是要好的呀！利用了伢来讲啊，利用开进宁波厂里向好家哦，几起酒后来，我了自个烧伤了，在那医院里向抢救了，要死吧侬！生命危险，生命倒没有危险，就不过面孔啦。要分享哎！哎，烧坏了。出眉头！哎呀妈，小姑娘老苦相啊！妹妹叫我讨个老婆，在夜半过身那个送单兵了。我吓人嘞，可是吓人嘞！医生讲最起码
我两三礼拜，万一请你只要去换个台，也是阿姨那能。哎呀，我就为了这事体来请那么子那么商量商量，关键是否好改改期啊？爹爹，我口气里面哪能好改期呢？财财里面哪能改的？现在帖子全部发出去，人人通通收进来。请君朋友才晓得了，今朝我请来两个朋友了，不容易请到的，答应到你家来帮帮场面，没晓得啊？自由市场买螺丝的厂家，我厂家螺丝哪来的？厂家螺丝啊，不容易请来。把水果摊的来三里，哦哟，不用不用，买豆子哈个麦当哈，哎呀，你麦当哈来的？外头顶顶出名的，晓得个？盖来大王王胖。哦，现在俺俺婆婆啊，王婆给了呀，人家忙得不得了啊，忙我面子来发大面，阿姨哪能给得真？哎呀，市面上的连个头面人物都请到的了，你的王婆给了，上家龙子都来了，这不得了，不得了。那么要么我到医院里去看看情况。哎呀，大发。侬现在到医院里去多少了？几十家的，还眼气唔高的。现在眼门前要解决问题哎。这哪能好解决呢？生病人来医院里，个事情俺就真要命。哎呀，这么你们大家要想想办法呢，要有办法想想办法。我没能耐，怎么解决了？哎呀，感谢俺那屋里要大屋领楼啊，倒霉啊！哎呀，我做急死了，搿长期啥呢？奶奶。哎，大发爷，我倒想到一个办法来。啥办法？现在宫腔里向不是才刚顶替的，阿拉去请个人，叫伊来顶替新娘子。妈了当棒了，样样啥好顶的，架子不好顶替的。就是讲，搿也没搞哟，就是带上几个钟头事体啊，等到客人侪过来，派件回去好了。哎，这个办法好极了，对吧？要再搞得好了，没人肯定的。哎，没人肯定。有个，哪能会有呢？有个叫从上至下，必要用符。阿拉隔壁有个邻舍，哎，这个女的啦，叫不好。哦，随便啥个事情帮忙了，哦，叫有求必应。热心人，热心人。不过以经济困难时。要不然钞票不也好？应该要给吧。嗯，我记得杨洋这跟这些帮忙去顶替。哦。旧年子王老太爷叫伊顶替一桩事体。哦。王老太爷那么死脱的，老太爷一死嘛，要开吊的辰光老怕了。嗯。一定人家来开吊，吊好辰光嘛，要有人看。哎，对。那么小辈嘛，伊拉个小辈可怜。哦。那新屋了人都是新怕人。就叫隔壁的邻居的女的去顶替伊拉小辈，相关科有人来调好的，那么你搬了庄子里向，娃娃娃娃可以打，刚好家里个可以吃两块米。哎，这娃好不贵呀？有一趟算一趟，哎，不算贵呀。反正哭得一趟，受得了黑白了，都分别来玩一遍。哦，哭两趟，记两遍。哦，哭五趟。下一个真字哦，像戏剧投票一样的比例统计。哎，天天嘛，到只有两块钱的亏堂了。嗯嗯，可是一天亏了来了，钞票亏了一百多块了。两块一堂，亏了一百多块。哎，哦哟，亏啥人嘞？哎呦，搿几道出得小个吃力死嘞！哦哟，真不在乎了，嗓子一眼都不变音哦，声音是清脆响亮啊，哭得有腔有调，有板有眼，哎，音色优美，悦耳动听啊！哦，哭了介赞个，嗯，哎，我这个人介热心，葛末阿拉也好请伊来帮帮忙。我去请一句闲话。哎，这个好个好个，葛末请过啊，侬看要拨伊几钿啊？葛末俺拨伊150块嘛，好的。哦哟，阿娘介句啊！我们要一笔句啊，哭得好啊，嗓子好啊，声音哭出来是哇啷啷啷啷啷啷啷，哭得好哇啷啷，哎呀，神气哎！给阿拉军师带了新娘子一条往上往上哭个。哦，西。用了要快，对对对对对，跟上一年可以少背一年，背100块算。100块一路给咱先吧。啊，不给那吧，我现在留来看我的，都差没了，搿不可能。侬可以到市里来，大家坐下来商量商量看，这个办法嘛到底行得通伐？我去叫人来，叫人来。还有嘞，你家勿是确定一下？哎呀，搿些辰光伊勿辣屋里个。哦，走出去啦。勿要紧，勿要紧。
我到小菜场去寻你。哦，阿姨去买小菜啊？不是买小菜，你来了小菜场里刮五零了啊？刮五零啊？刮五零的？哎，每年要去刮的。搿不几个人样子嘛，像咋像？我蛮神气哦，蛮勤哦。哦，蛮神气哦。哦，搿不有几个年纪啊？今年66岁。哦、哎呀，阿娘哎！哦哟，阿娘哎呀，是嘞。阿拉亲新娘子，我来亲个外婆嘞，要死的嘞！哦，对对对，不是那个王老太爷屋里向了，可以盘了张纸里哭了。做戏是人要出名的，出老出老，要寻个女子去做。哎呀，这都想出个什么办法嘞？哎呀，要寻一个女子去做。好嘞，爹爹，侬不要想搿种歪主意了。侬叫人家来顶替妹妹，万一姚家的亲眷朋友认得妹妹了，一看搿只面孔勿对头，搿桩事体要穿帮啊！哎，这个问题倒勿大啊。侬妹妹到你屋里也只来过一趟，好在搿天晚上吃过夜饭来，蛮晚了还。蛮晚了。讲了，你个亲眷朋友到五三年看见过。五三年看见。哎，可以找个年纪老轻的。哎，侬同学有没有？你他妈！大发。我孩子。顶替的人有了。啥人？你想想不啦？其走进来辰光我弄错了，我倒是李勇来了啦。哎，请帮忙，我要帮忙帮忙嘞，请帮的喂。啊，加人么也没加一个送一个。啊，帮忙。那要是不是小菜场买本菜了，得嘛了。哎，帮忙嘞，帮忙嘞。哇，来什么来什么来？哎，哪里要走回去了？弄到我头上好了，是是，妈，改期改期改期。改期，侬同意改期？好的。搿么侬结婚，我贴侬5000块，我勿贴了。哎，人家勿同意顶替。大发哎，勿好改期个啦。算命先生讲过我啦，改期阿拉屋里出眉头，有大祸临头个啦，要死人个啦，大发。阿拉屋里没人个，一塌糊涂两家头。搿两家头算命先生好哩，侬死，我娘勿舍得个。我一年到要加忙法子，我也没空洗个。喏，要求你就好了喏，求你哪娘来的喏？我阿婆啦，求你洗掉啦，要来的就好了，不然到好娘去洗一洗。啊，这个娘个阿婆么，真当要命的。一样洗嘛，今年洗多少好呢？哎，所以阿拉这个阿婆啦，叫洗得不上路了，跟侬讲了。哎，屋里要有个阿婆么，不离家。那也洗了阿婆没了？哎，阿婆没了啥？我想着嘞。啊，阿婆有。有啊。阿婆有。啊，我个女人嫁子过来嘛，侬就是阿婆嘞，我顶上去的。哎，对呀对呀，就是我洗。哎呦呀！哎呦呦呦，出门的出门的出门的！哎呦，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哎，二婆，马二婆，身上袈裟破。哎呀，侬俩搞什么东西哦？哎呦，请不动哎！哎呀，我接下来侬娃娃寻我开心啊！哎呀，请哥每个事体不成功哦，哪个亲眷朋友都晓得个，哪利用干不大不得。要吃饭过，哎，给到问题不到了。阿拉内国亲眷是好分开的呀。哦，阿拉内国亲眷不客气，那女家客气。等到利用出来，侬再亲眷问问题解决了。哦，那女家不客气。哎，不客气嘛，不出门的。哎，对呀。不出门的那个西人，哎，那女家改气，对了，那么俺女家出门的，那么俺女家要西人呢，那么那西人带来摇过就没关系了，对吧？再到你那屋里人多呀，西他公公无所谓了，错哎，哦，哎呦呦，哎呦，我说一声哟，哦，对不起，哎呦，对不起，不在，哎呦，我搞错搞错我，啊，对不起对不起，请公公啊，那么干包来好吧，我。拨100块洋钿拨侬，侬去买眼香烛点点，加加晦气，好吧？侬帮忙嘞，100块，哈哈。哦，侬领啊，添100块加加晦气。哎，是煤气费哦。哎，不是晦气费。哦，晦气煤气我是一样的。哎，好好好，我是亲眷亲公，哎是呀，有困难相互帮助，帮忙帮忙我去跟俺女儿商量商量，好了好了，我去做做工作，哎呀帮忙帮忙的，好的好的帮忙的跟。
哦哟。哦，亲哥啊。哎。那么我叫那女人去顶替嘛。哎。拿这个顶替费的价钿讲讲好了。什么顶替费啊？就是劳务费了。啊，要劳务费啊？哪能不要劳务费呢？现在做所有事情都要劳务费，没劳务费说你肯做呢？那么要几天了？要几天嘛？也只能干。阿奶，哎，回来看一看，喏，两姐妹一十五人，相生相。顶替出去是万无一失。哎，顶替嘛，从下半日五点钟开始到夜头十点钟为止，一共是五个钟头，每个钟头是100块洋钿，一看过去500块洋钿，跑啥么子了？我家娘要500块呀！算了算了，家子我不要。那么侬还家了，侬还家了，还家100元，好400元，200，400，200元。哎呀，亲公妹，一记顶替要赔伊拉吃喜酒，要不伊拉闹心房，包括在内一塌瓜子算。三不好烤肉，烤肉好嘞，那当我商品嘛了。哎哎哎哎，怎么了？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听句话，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好，不同意嘛算了。那么阿拉这门亲事到此为止，5000块洋钿的聘礼东西还给我，没客气了，这包装很好了。好能哎，宝贝呢？5000块，阿爸，我帮爸帮忙嘞。要不容易让5000块聘礼也搞完了，我就3000多用掉了，还是这个了。你帮帮我忙，今天不当了，就赔了就是喜酒，闹闹心嘛，我离家回去。那怎么样？哦，我自家也好吃啊。不过，侬还没好吃到嘞。好，不要紧，来，阿爸给侬去当家的。大花，我来。叫佳佳去顶替嘛，那佳佳本人是个一说好吃的女人家的。只要在肯帮忙，自家人好商量。搿么领导伐？弄个300块买个手里的，很好。分了300，我300、300、600，以钞交易，支票不收。去干接触啥？当然要去个要拿以钞的了。事体过去呢，我们所有人都钞票。哎呦，侬的门槛倒是紧啊你啊！你这个阿爹啊，老低。嗯。那这里300块。好好好。这个300块，姐姐收下来，到辰光我还请侬多帮忙。哎呀，这个不好意思，难为情的呀，自家人。喂，我弟弟。哦，爹爹不会得错的，阿拉走啊走。好嘞，600块去了嘞。好嘞，聊得上心事，600块啊，你说说。啊，还有骨头。啊。哎，我讲了前头叫移民在西，300、300、600，这做三桩事体，第一桩陪伊拉去喜酒。第二招被他闹闹心房，第三招客人三万，我要离家回去。哦哟，阿爸侬多点放心好了，自家人帮帮忙的，结婚娶个新娘子，问那这样个新娘子，这个就叫应急措施，解决困难，心与第一，这都亏的。好家好玩了，再嫁不来，合同再嫁，家底重担。好的，爹爹，我想起来了。我没讨过哎，姐姐没嫁过哎，阿拉是嫁夫嫁妻哎，九世代上一种露出马脚来是亲眷朋友了，难过啥嘛？太个太个，阿拉多呀这个事体，这不要紧，跟做戏一样的，拿来扒一饼，哎，可挺好，我都能那样哎。哎哎，这道理。那么我来教侬，哎，我来教儿子。好，不对，调一调，侬教伊，我来教。哦，对个，对个，你是教伊。那注意做新官人。不好这个随随便便吊儿郎当，我要认真你说听过大话。做新娘子人不好干嘛花钱跟来看来看，人稍微要乖一点，两只手不好打的，要来过修这么的有眼修得大。新官人闲话不可多，两夫妻出去敬酒的时候，哎，爹爹，敬酒嘛，一家头去好了，我也要去。哎呀，要去要去。哎呦，我不要去了。要两夫妻去。哎呀，不去不去。哪能好去？侬大人家老婆费，这种现在女人小三。嗯。那么，侬出去敬酒的辰光，哎，要多讲好话，你要讲
多谢诸位大驾光临。侬要讲嘞，侬讲，我们心里是非常高兴。这里一杯水酒，表表我们的心意。希望大家开化苍蝇。你们不要客气。我们夫妻人祝愿大家工作愉快。我们夫妻人祝愿大家身体康健。我们夫妻人同大家一起干杯。从小菜客话里哇，阿扎的阿扎，阿扎的阿扎，一个不娘吃喜酒，三个人娘抢岗，俺们是。哎，哎，那个不抢岗来了。那雷出来个，雷出来个。是一点啊。有事了，我瞎讲了。有事了，啊，现在做来了是有了啊，先代表大家向新郎新娘致尊是。哦。先是。那你作为新郎新娘，婚外生活甜甜蜜蜜。好，两家的无尽无碍，浪费未尽。啊啊！啥子啊？那个浪费未尽？一个四个等于四个，为四个。相依为命。喂，就是一个意思呀。我又这个讲了娘了。无尽无碍，相依为命。挪到女床里。就是一个意思呀。哎，侬闲话讲得来吧？那个讲不来我嘞。那一个事体不好怪侬个呀。侬要是总是你的拼命拍胸拍得侬才滚八滚的。哎，好，大家看啊，一个新郎新娘来了一道，真是提升啊，跌了提升也少哈。两家的看上去真好像，好像两三百桌银台呢，哈哈。阿妈一抹文灯的一样两只母的飞出来了。喂，侬出来了？出来头不啦？文灯头了，哎呀，飞出两只母的了。哎呦，什么人啊？这种鬼东西！有事有事有事。老子吃饱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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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多年我讲不来，你本事都实力。我看啊，新郎新娘一个在老开，一个在皮带。大瓜笼子啊！啊，大瓜笼子我不晓得。老开嘛代表皇帝啊。皮带嘛代表王后呀！哟，哎，哟，这牛逼虎的哥！好了，我是资格了，你我来拿新王开始了啦！哎，你还不晓得，在我来新姑娘喜欢大家唱阿子好，新兵，来一个，新兵，来一个，新兵，来一个，好了好了好了，来一个，不唱不唱不唱。不要唱歌，不唱，不要唱，唱不成功，干都搞够了，这不也听唱了？哎，不要唱，改听到好吧？哎，我现在推荐一个人的，我老公小王，小王来帮帮忙，帮帮忙。我现在介绍，我帮帮忙嘞，小王唱得了好吧？越剧唱了出名啊，上趟来车间里越剧大奖赛，硬硬颁个得奖啊，奖的一边头牌奖，一边拉风奖，我一好像半包台子不？赶紧回家回来。帮帮忙，老的嘛，给你搭肩稍微唱上去，帮帮我忙，有事有事。有事不？有事有事。该有事不？唱上去，唱上去。哎，喂喂喂。
感动。嘎子倒蛮好，搿不晓得阿会唱的呢。林妹妹，我来迟了。哟，我来迟了。我接孙子了，接是我们受旁边媳妇女，受老新娘子来。哎，真棒，真的真的哈。啊，新人。哎，现在我李大哥，请新郎新娘吃到了。好、本来一人请客，而不对个，两家的各吃阿里道。两个人吃哩，嘿，哪个去吃？要比当然习惯，阿哥你们是我的子女，另外阿哥你阿侄子穿上去，阿宁我阿哥拿。首先，新郎新娘嘴巴同嘴巴碰在一道去，嘿嘿，就吃个果糖。哎，跟我来不一道吃，可你苗头嘞啊！哎，老张别有苗子。新郎新娘两个人吃喝，哎，对个，我来代吃。哎这能吃吗？哎呀，不晓得了。这个新娘子一日，一日，哎，一日有牙齿痛毛病啊。那新妈妈听你还不像那个老老头，看来当初么不像样子的。什么老老头？我是老长辈啊。老长辈，不对个。今儿的老新妈，三年你都是要啥个老长辈？我命令老长辈驱逐出去来。大家，大家。叫脑发脑发越脑越发了。哎呀，伊拉要新郎新娘吃糖啦，吃糖不收喜钱了，人家操嘞。我晓得哪个去吃了，两个人吃火糖，嘴巴动嘴巴碰拢来吃了。哎呦，这俩都可以呢。你拿着新娘的顶皮呢？哎，我不同意了，我要去感动。哎，这么可以了。一里糖，大家一里糖，大家一里糖，大家一里糖。哎呀，干妈，哎，你叫新郎新娘各吃一里糖。干
刚修一里塘，刚吃，这话吃得好了，老吃了都吃哎，吃了都到底，那头有西子台高头嘞，摆了当中，让伊拉对面对头的，干嘛还挖五套嘞？哎呀，你喊我要吃毛球嘞？既然就是要俺上俺上修，这村里头有味道哎，我不同意啊，打麻的。这算了啊！啊，算了算了算了，新郎新娘就不要隔七日糖。哎，我有个要求，叫新郎新娘把那每个人吃一斤糖，那个对吧？哎，好好好，对了对了，希望帮忙啊。那么整体的呢，我的新娘子隔七日糖，不吃了，请在座每个人每人一斤糖做好了。我来，我来，我来。现在哪里的自家洗？你搞什么洗澡个？哎，搿么搿能啊？搿大锅底刚好，那自家洗呢？啥地方？我有最顶最尖，金龙大锅底。好的，每个人一斤。好。啥个刀？高级刀。啥价钿？八块钿。好个。钞票自家付。哎，好了好了，大车一里刀，大车一里刀，大车一里刀。老头子啊，好个新姑娘，可你拍脸了啊！不香不香。哎，有生意。吃了睡了。哎，好个。哎，还我手机！哎，我去！哇！是吧？打房嘞？拿了。几号出吧？都拿我的。啊，都拿了。哎，都拿你。啥呀？你啥意思啊？哎，都。几十个女人哎。哎呦！你说刚你要小时候。哎呦，哦，那干嘛还出来了啊？哎。他便宜了。哦，哎，你啥意思啊？要玩玩意了。哎，听听歌，听听歌啊。要好好叫吧。对个。哎。看红地方，对个，叽叽咣咣吧，哎，要发一了两家头，哎，休息。哎呦，那个干车，一里头干车，一里头干车，哎呦，烦死嘞！来，咱们拿来，我们这边拿来，拿来。好哟，小老板，高兴，咱们吃。哎。姐姐啊，侬本事不小，是啊，新娘子长得像真的一样。侬这个新郎是做了也蛮像的嘛。哎呀，我这个新姑娘嘛正宗哎，侬这个新娘子嘛大心哎。侬等我结婚，干嘛变嫁了呀？哦，对对对，阿拉是嫁夫嫁子。哎，我没想到我这个一生还会得做嫁夫妻。这个是阿拉两家头要缘分啊，侬想？要不是妹妹心里远，我你两个人哪能会得成家半夜等了一只房间里？哦，刚刚我妹妹，侬只去看过一趟。哦，姐姐，侬不要误会，并不是我不去看伊，我真心爱李勇，李勇是我的生命，是我的阳光，是我心目当中偶像。当我一听到伊不幸的消息，我马上赶到医院里，我一看，我头晕了。眼花了，脚软了，心脏停止了跳动。啊，侬心脏停止跳动了？心脏停止跳动一秒钟恢复正常。我不相信这个真，可可以偏偏又是真的。一看就难过，我看见更难过。为了保住我心目当中偶像的完美，所以我再不去看伊。
侬也不要太难过了，生命能够保下来已经很不容易了。哦，客人大概侪走光了，侬也早点休息吧，我要转去了。哦，姐姐，辰光还早，今朝一天侬也蛮辛苦了，还是再休息一下。是啊，我今朝是蛮傻的。姐姐，侬。放在心门啊，那个笑啊，事情是他上啊，比轻松，你得讨将放心呀，家子呀你实在好处啊，多谢你为我要家不难怨，我们吃不完用几枪，就是热得脱过分了，热昏头了。酒喝没几格，啥个闹忙呢？现在自家只面孔烧得七花八青，像只红山芋。你说哎，我叫我哪能讲法来着？听侬个口气，侬现在后悔了？四十八人面前不得不后悔啊！我是个堂堂的臭东坡开发公司总经理，带出去个老婆要漂亮能干，搿就是介绍起来多少有光彩啊！亲爱的朋友们，这位就是我的夫人，你们看她像不像巴黎圣母院的女主角艾斯米拉，多少有光彩。可现在总不见得我老老咪咪啊记得人家介绍了。亲爱的朋友们，这个丑八怪就是我的老婆，她不是艾斯米拉呢，她叫纽斯米格的，介绍不出的呀。这个还是一句实在的，我妹妹现在破了相，哪能配得上侬这个经理先生？我看眼前倒是有个人跟我蛮相配。哦，啥人啊？侬啊！哎呀，侬讲这个闲话是啥意思啊？有啥意思没？这个意思没？何意思？如果有意思，是平常每晚跟那嘴巴翻不过来。冷静点哦，姐姐，打开天窗说亮话，我是真心爱侬。我第一趟看见侬，我这个心就飞过太平洋。
辣辣我的眼里，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辣辣侬的面前，埃斯米拉那算什么里个东西？维纳斯又算什么里个东西？维纳斯里的手臂不阿么？侬姐姐不仅有手臂，侬还有头发，还有眉毛，还有鼻头，外加还有脚趾头。侬一样不少，侬是完美无缺的。自从见了侬之后，我吃饭不晓得饥饱，困觉不晓得颠倒。我总了想，只有侬才配做我的夫人。侬不晓得，我已经登记了，侬带了妹妹也已经登记了。登记？哎呦，登记嘛，啥个了不起？登记啊，出示八卦的马上结婚证书。侬一代，我一代，大家还没举行过仪式，也没请过喜酒。真正举行仪式的是我的侬两个人。刚刚在饭店里，母女两个头受到大家祝福，那是新房间，大家因为母女两个头闹过新房，我的侬才是正宗的夫妻啊！姐姐，我建议侬这个临时工好转正啦。侬还要我这个在黑龙江工作的妻子啊？黑龙江。哎呀，啥个黑龙江了，白龙江了？上上去就讲给我，工作辞职，凭我这个收入，还怕养不起侬一个人吗？干嘛？哎，搿能做合法伐？合法伐？哎，哎，对啥个合法了？侬哪能介老实了？一夫一妻呀？哎，侬也没嫁过，我也没讨过，那假使我有两个老婆呢？搿么有种光棍要娶老婆了？我一个老婆讨不起，侬一个人讨两个，合法了呀！一夫一妻，完全合法，对吧？对吧？关键倒是侬黑龙江的男人，哪能办？盛开，嗯，是要浪费不起大船来。再讲，我对伊本来就没啥感情，对伊，我好回上海来了。对呀，趁这次机会。我得一伸手，低头一看，侬就是我啊！打你！想没想我落到没我落？侬会得爱我啊？我真心爱侬，姐姐，侬不相信我拿新铺给侬看，不过这个么子血淋淋、黑人倒挂，没啥好看的。侬绝对放心，我真心爱侬。侬昨日爱阿拉妹妹，今朝爱我。跟侬明朝会得去爱别人吧？侬不相信，不相信我得侬不走，我真心爱侬，我绝不抛弃侬，我抛弃侬，乌鸡不是人养的。乌鸡嘛，本来就不是人养的。哦，对对对，我绝不抛弃侬，我抛弃侬，吃开水，一杀，穿棉袄，冻杀，看电视，戳地戳杀。哎，我要侬不走啥体了？我要侬保证。哎呀，我都买三张保证书，一张不够，付三次一个十张不能。要侬噶许多保证书有啥个用场？哎呀，姐姐，侬啥侬讲呀？讲。我要侬实惠点。实惠。哎呀，我这个人是聪明是糊涂是，对对对，应该实惠点。哎呀，很凑巧，我袋袋里有两张临摹两笔成册，拨侬技巧正好，拿了是。这个两张么子，刚刚我辣饭店向没用脱，拨侬。一千块。哎，我可不是高价姑娘。侬不是高价，侬是廉价。不是，姐姐，现在才讲经济规律，才要讲价值的呀。我记得有首诗写得蛮好：“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眼钞票想买不？是呀，搿眼钞票不过是阿拉两家头爱情的保证费。哎呀，侬真认得清啊，姐姐！侬哪能还来喊我姐姐啊？哦，对，要改口了。美芳，大芳，芳芳，芳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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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芳。哎，我真有个好方法。此地不是九里之地啊，侬不走去，哪也要来寻侬，阿拉妈要来管侬嘛。对对对对，准备准备，两个人出走。出走。喏，物事在那里向头，上上去，我就两个人出去。
到蜜月等了半个号头走来，到这个辰光。哦，上面做成熟饭，伊拉拿阿拉五哪能？真聪明！哎呀，快点走！哎呦，还有五分钟，阿拉家长要来喊我了。到底外头出去喊轿车？哦哟，轿车喊到不是个？轿车没喊救命车。哦，跟我快点走！哎，前头跑起全是人，开后门，开后门，开门！哎呦，我哪能了？我哪能搞鬼去了？七，你看五九六十，哦吼，五个钟头到了，超过辰光要加钞票的。阿南，阿南喂，大发，辰光到了，迎客走光嘞，好回去嘞，好像没法回去嘞。阿南哦，哎，春哥。我真的辛苦了。侬也吃的是老，看到这个。阿妹，大发，大发，人家雷锋回去了，大发。回去了。你要跟营里大发。辛苦了。哎。五个钟头到了，哎呦，已经超过八分钟了。那么咋弄呢？早规矩要加钞票，现在算了，阿拉趴在头一起。是过年了，大发。阿妹们。大发。辛苦了。哎，客人删掉，哎，那要离家回去，那个对个回去吧，刚好个，是个，不过呀，那个，怎么能玩我？哎，跟我阿拉儿子阿里去干啦？哪能问我儿子呢？我问侬啦，要囡恩嘞？哎，根本我儿子也寻不着东西，哪能问儿子那个囡恩要玩给我了？根本我儿子的，哪能不讲个道理呢？哪能我不讲道理呢？侬有没有吃么我囡恩啊？我吃么那囡恩？那囡恩那瓜皮了儿子吃不？哎，跟那啥不说闲话呢？哎，侬来骂人是吧？哎，侬在老用不？我在老屋里啦。侬在老外三口老妖怪。哎呀，侬搞蒙人吧？阿弥陀佛，谁够？这老太婆当知因为阿弥陀佛。好，侬个吃素老太婆，今朝要不能开荤了哟，不能吃着哪个？哎呀，好。
蓝蓝的天空，薄薄的云彩，亭台楼阁，都林楼，小桥流水，哗啦啦啦啦，朝了边望，对对情人手挽着手，情意绵绵，嗲悠悠。哎呀，往日的风景真是名不虚传啊！这次汕头出差回上海，路过广州，哎，收获还不小呢。哎呀，要是梅芳还在广州，我们两个人再到公园里兜兜，商店里看看，买什么东西，两个人可以商量商量。一个人没到味道啊！哎呀，太好了！皇帝傻了，这不先泡泡就行。家门口了，怎么会到广州来的啥？不可能！咦，这个汪汪有香呢？咦，什么玩意头啊？哎，这个肯定放的啊！哎呦，这个男人啦，鬼头鬼脑啊，专门盯上人家女人看了，唔动好脑筋哦，一定有问题的。哎，让我盯牢伊。哎，侬做啥啦？跑来跑去啊！哎呀，侬晓得啥啦？刚刚这个男的，就是我黑龙江朋友盛开呀。这个就盛开啊？哎，大眼睛啊！哎，这面孔应该光头光脑吧？要不是高头三头细的，到此来做啥？不晓得呀，哪能会得跑到我这来的？哎呦，他们调地方，调地方。哦，不要紧，不要紧，搿只书呆子只会得走笔直路，不会得打弯，放心好了，来来。哦，哦哟，一大虚惊。哎。刚刚要是被看见子不得了，是啥？拿个那钩好子，胆子嘛小得不得了。不要讲钩老师、包老师哪能呢？不过心里有那个数溜溜、数溜溜的。我用好嘞。放心下来，我是个正宗老虎嘞。哎，我只不会说嘞，还得去买两个棒冰来吃吃哦哟。龙龙嘛，趴头啊，没吃棒冰了，去买两瓶那个。哦，美
国的这个。美国什么呢？可口可乐对吧？哎，那么对了，记住了，美国的可口可乐，新疆你刚逛不来，去买两杯美国的可乐可乐，去买了。还不要。哎呦，不得了！你今朝搿只书袋子哪能在回头路了？哎呦，压起来！哎呦，看去！咦，又开了箱嘛！李妈，你怎么会？哎呦，同志，对不起啊，看错人了。哎，对不起，对不起。干嘛？啊，看错人了，同志。耍流氓吗？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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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错人了。说话嘛，跟你打招呼，上来，上来，上来。流氓！对不起，这人什么忙啊？真是的，怎么兄弟耍猪呢？哎，同志，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嘿嘿嘿嘿嘿嘿嘿，来了学了哈林多瓜。啊、老哥和同事讲闲话倒蛮好白相的啦。阿拉是公务员工作人员，侬看见伐？啊，我房子不签订啊。哎，可以可以可以。同事呀，要白相嘛，好好叫白相相啦。哎，是啊是啊。要规规矩矩白相相啦。是啊。侬方要发言发财，人尽人尽啊。假使侬发言发财，阿拉要对侬发客气啊。人莫名其妙的真是，哎，刚才还接着活着呢。你放心，你叫我买的最主要的东西帮你买好了。李芳，看什么东西啊？大幸福。对啊，是大幸福，两块四角一张。不过上帝的同志讲的，这个上头涂黄，最起码好保持颜色个好头。人家又不晓得的了，待在井缸里雷公打棒，是的啊，哎，这样的不了。还是侬不买了？我就买这个东西啊。我买买好。哎，侬不要买。呀、啊，我等侬。又不得嘎了，你怎么不得嘎啥？我是你娘人呢，不得嘎是说的真是。哦，侬是我男人。哎，现在不是嘞。哎，现在不是呀。你怎么不是啊？我们两个人等过几的。哈哈，等过几个？哎，你什么军官？你什么军官？还是武器？哎，没法，这个东西怎么了？你把它弄开来，堆起来蛮尖的，真的。你是的。退个三步。再朝后头退一步。什么事没有？大白天拉夫拉夫像啥个样子？还几十元，应该派头啊！你什么派头不派头啊？你本着你像真的一样。我晓得了，你放东西没得嘛，你生气的事啊！不要生气，我跟你讲嘞，现在没得钱，到后头有钱了帮你买就是了。不是你听我讲的。那啥的啊？对啊，哦，那我是阿拉两个人是那个，没我啥的啊，又是啥的啊？真是的，你这个我关上了，旁边没啥人啊，大家我是不是心思啊？侬快点走啊！啊，那不是我小老调戏无语，那把你想得出来的，哪会这个男人调戏这个爱人呢、啊？听好了，我是他的男人。我把他来讲好了，来讲啊！你把我是沈开，侬不认得我啊？啥个沈开？得开，我认得嘛？我哎，这就哎，我不认得一个。呀、啊。听见吗？不认得侬啊！你来做啥？伊来了，拉夫拉夫，不晓得做啥呀？拉夫拉夫，好起来，拉夫拉夫最好认得，调戏无语。都是嘛，那别别到里去啊！当了我这个男人的面，调戏我老婆子这样子。不不不，哎，同志，我是个男人，这个人不是他的。我是男人，你不是的，我是你不是他的。同志，不要吵啦！这个女人到底是谁的老婆？让她自己说嘛。带你自己说吗？你是谁的老婆？你自己说。你帮我讲呀，讲。我
我从来没爱过侬。侬听见吗？从来没爱过侬，不像样子啊！啥腔调？这宝贝气的，大概把老容易了这个鸟。我是个气人嘛，天哥，我才干个事情。来。也巧得啊，小薇嘛，八十个六哎，那是谁来个？哎，我出差了。哦，你哦，李英结婚了噻。哎哎，是在啥地方？扬州外地。我比侬吃干了你啊。对方是杨，我到底跟我走不了了。咦，碰得着。哎，哪桩事啊？小薇，侬来到世界之后，侬情况才了解啊。小薇啊，侬是个好人呀，侬是个热心人呀，侬出名个冲头呀。哎哎哎哎。哪比冲头的噻？还是小辈侬样样啥事体都冲了前头呀？大家才叫侬冲头的呀！还是侬帮帮我忙做个证明人？哪桩事？我开开心心到南方，两个人出来度蜜月，来旅行结婚的，碰着这个人从来不认得。俺今个来南方是一个老婆一个，搿天下是个样样啥好搞错？搿几步哪能好搞错呢？侬了解？你这个人在干啥呢？马爷，你帮帮忙你啊！碰着个富男人，等下带父亲你出了当中搞青年噻，到时弄三十六斤年糕吃吃了没？你是哎，外头吃你放，我到底跟我走不了侬，挂不了。你管啥了？我怎么管啥了？管啥了？咱们怎么管了？我都生气，气死了！气生气！来呀！赶紧吧，不要跟我了，再吵了，好了好了，别吵了，别吵了。到底啥个事体？哎，我是公安的工作人员，那我来讲啊。哎呀，同志啊，一桩事体问侬再清爽了呀。讲啊讲啊，那是一个两说个，都是那个男人，都不是那个老婆，都是上代夫妻。不是的，你不要想了。头里结婚的辰光，我要参加头里的婚礼的。结婚啊！哎，老新郎辰光，我要叫头家头两家头家吃阿里当牛郎啊！头里肯定是夫妻，头不是好人，头光头是头个老婆，头是瞎讲，要送头到派出所去。好了好了好了，头是个派出所。那头，侬各个领导闲话要讲了讲了好了，我阿些都听不懂的啦。那我们就来，同志呀，给讲嘛，来唔懂啊？听不懂啊？我讲嘛，你懂啊？哎，懂啊懂啊！我是个男人啦，哥哥是我个女人啦。各个男人啊，懂了懂了，各个是女人，还有啦，侬是男人啊，还有啦，各个是男人，两个男人抢一个女人啦，还有啦，哎呀，小青你啊，侬各个杨姐侬是第三者啦，侬要办法啊，好好叫考虑考虑后果啊，一个要上车出门头等你，小伟侬现在气人嘛，我开开心心等起来女人结婚啊，哎喂，那进来抢我个女人啊，这听见王老五相亲，今朝把那讲四个相亲。那能把这个的中心的了，真是进大牢了，大概有毛病了，真是没毛病，我就跟他走了。把这个啥事体啊？对了喂，跟阿威有神经病噶啊！哎，回来回来，我可能看到女同志大发大发，大概是火气啊！吃什么哇？神经病哇？跟放了放了。搞我一个神经病，要搞我港西的抢劫，你是干什么的呀？神经病，叔叔，我不是神经病，真的，我是个男人，你要相信我同志真的呀！好了好了好了，神经病帮你分为神经，自家是神经病噶。我真的不是，你要相信我。都相相相的，这神经病搞的个，你得走好了。我要，我跟你说。你要是放他们走，我找你送葬了。嘿嘿，你非要喊你，我是去兵补干呐。哎，你来接了，是你有干。走，你走。你妈，你妈，你别打我，你别打我，我不是神经病，我不是神经病，懂吗？我是个男人的，你不要相信我。你还没的啊？你们不相信，我会证明的，我把你们开了。哎呀，啥子鬼啊你啊？你们看到我是个男人的，你们看，你们看到。你们看着，不知道为了啥三年，你放他突然说不能打五娘，我每天都在期待，想不到他会跑进我，那是他，所以
他脱连锁不能的姑娘，别说神经病就是我，他们有真心去想我。哎呀，不过两个言辞夫妻吗？那是不得的哇，结婚早结婚总是得有个。这种家风怕什么了？哎呀，也得。要是的，我真是比冲的远呐！那咋敢做夫哎？同志呀，得对不起啦！是啊，我带着两家的来上当了。对不起啊！情况不对。是啊，你和刚才那个男的，你们两个人肯定是同党了。你要不要为难他？要不要为难他？你要不要为难？妈还要烦死你啊！床倒是有的，我说了床在哪边上？老爸爸，老爸爸，谢谢你问的辛苦。这块我说了床在哪边？儿子楼上。哎，大巧个，儿子楼上是我男的平常啊。那你就是周师傅啊？不客气。哎呀，英雄啊英雄，你真是英雄的爹呀！我弄不要喊您了。周师傅，事情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设计那个投资呢，在上海困在一家厂深圳，有一天厂里突然着火了，那个闺女抢救了国家的财产，保住了我那个投资，她受了伤，领导叫我来汪汪的。哦，原来如此，是是是，好，跟我进来。好的好的好的。阿妹妹，爹爹，你今天去过来？啊，这
你哪会来看我嘞？不是大发，是个卖啥呢？公子哎，嗯，我囡恩了，受伤之后了，眼睛包扎起来，看不出来。哎呀，你多么听不清爽，侬刚说我稍微要详说哦，音要提高。好的，好的。朱立勇同志，对不起啊，叔叔，对不起啊。哎，我这个声音倒差不多，哎，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朱立勇同志，你为了抢劫国家的财产，为了我抢劫我那个同志的身上，哎呀，真不知道怎么来谢你好了。同志，没关系的，我看见那厂房失火，哪能可以不救呢？这个是我欺负我道德呀！哎呀，真对不起你，朱立勇同志啊！啊，能听懂啊？你好好，你帮忙帮忙帮忙，好好，听懂，好，听懂。好的，好的。那真客气啊！厂里向领导都是我代表来看过我好几趟，今朝那又来看我，真叫我不好意思。你不是啊，朱立勇同志啊！要不是你抢劫了国家的财产，我那个同志要是晓得的话，我要是重新再花，不晓得要花多少时间呢？啊，这个一天哪个人啊？帮子怎么躲门的？我操！我说一下下下一个，应该的。你那是要客气的，要谢的。我呢？啊！我要跟你俩找亲的这个游戏。哎，其实我怎么刚说我不要搞完了哇？是是是，弟弟啊，这位同志刚我强调，把那大发做大发，搞辰光都有点像啊。哎，就是嘛，哎，大发哪个是？大发是我女婿哦，阿拉女婿做大发搞那个种声音，同志们，你们好，都是用高音的。哎，就是嘛，哎，朱立勇同志啊，我这边带来的礼品不成敬意，哎，请你们收下。别别别，一定要收下。哎，别别，收下。我不收，不收，不收，我不收，我不收，我不收。啊！那我汤来了，这种么子是要买的，俺、哎、蛮多的。那我汤来一定要买嘛，那买一点补品了。好好好，好的好的。补品我经常买李皮膏，就是鹅膏啦。哦哦哦好。因为皮肤的上吃鹅膏好了。好的。那假使要买鹅膏嘛，要买真货。滑头壶不可嘛？你的滑头壶，我搞都是酒皮啊、酒汤啊、皮裤大做的。哟，弟弟啊，侬晓得苹果不客人吃吃啊？晓得苹果，这说不吃不吃不吃，吃吃不吃不吃不吃，吃吃不吃。根本不客气。哎，周刘同志啊，我在上海来点妖精小白，那我过年前再来看你哈。好的，姐姐侬啊，那再会了啊，你自己身体保重啊，再会再会啊，叔叔再会啊，哎，弟弟，我再我叔叔看你，不能不能，叔叔，也不能，好好，是好是好，是好是好，叔不远送。喂，有事啊？啊，同志，哎，我现在只能商量一桩事体，嗯。不晓得我肯不肯答应啊？就是啊，只要办得到一句话，办得到，办得到，可以。哪个男的受伤之后了，哪个女婿就来看过一趟，哦，伊拉有相识的，对鼻涕没有好处。对对，我想请侬帮帮忙，冒充我个女婿去看一趟，让伊得到一点安慰，对鼻涕有好处。不不不，就是这个事情不行，办得到，因为哪个男的眼睛包扎么看不出来，耳朵啊听不清爽，我可以冲得过去的。只要个张体做好了，我好好叫谢侬，我请客，请侬到医院隔壁龙堂口吃吃一碗咸菜面。周师傅，安慰病人这个是应该的，可是我这个声音不响啊。响啊！俺娘讲的，讲着讲说我像俺女婿做大报告一样。同志们，你们好。一身味儿个，不是豆浆花，这个要吹吧？少讲，少讲倒不讲，侬不要开口，让伊讲闲话，侬只要答应答应，不会成吧？侬只要这个了，随便什么地方人都是一样的，哪怕外国人也是一样的，是全世界统一的。不是叔叔啊，这样做不太妥当吧？不好，哎呦。哪个人为着抢着个肚子自个受伤的？难道是哪个说的要求，我都不能够答应吗？我不是个哦，好，那我就试试
开嘛。这里不太好做数，这边。哎，妹。嗯啊。我们关系要振作。真的做。从现在开始起，我这种关系要调一调。哦。我们是翁婿关系。好的好的。我是上人，你是我女婿，侬就是大发。我来教侬一声。大发。长你阿爸。嗯。像女婿了，好。阿牛喂，弟弟啊，大发来看着你！啊，真的是大发来看我了，大发！哎呦，我的妈妈，我不是大发呀！我金腰冠，你输了就输了。大发，都来的啊！来来来来来来，大发呢？大发，嗯，侬来啦？嗯嗯。侬哪能噶许多辰光不来看我啊？侬身体好吧？哎呀，搿能唔得嘞！三姑娘小毛头长五一样的。侬刚来看我嘞，其实姐姐没来。哦，哎，那个姐姐，你的姐姐暂时不能来。我姐姐这两年来打伤病了。啊，弟弟啊，姐姐有啥毛病了？啥毛病啊？啥个毛病？哎，那姐姐伤的是心室毛病，叫艾滋病啊。哎呀，哪能会得伤这种毛病呢？因为那姐姐艾滋毛了，想伤了心室毛病的，伤是艾滋病了，不好跑出来的。我们走起路来了，病人是走不来的。啥 S 病走起路来只会当 S 了的了，大 S、小 S、王 S、十 S， 龙堂口坐台都要被当翻。姐姐，我老想姐姐的。哦。大发，我想侬。哪能搞的啊？跟我讲，我老是侬不好讲他两句吗？哦哟，叫侬讲两句，还要这个要春芳嘞，侬稍微回答几句。讲什么东西呢？那就因为一个安徽话。好。身体要当心啊！我跟你讲是讲了不发抖。弟弟，大伯妈，我声音哪能发抖？大夫讲闲话，声音发抖有道理的。伊生病了，伊最近生一种叫抖抖病了。不发抖了，抖抖病就是冷热病，冷热病就是马扎病，就是热热病了。抖抖病到底什么葫芦胎？我刚刚。大夫，我的是感冒了，葫芦已经下脱了，要去看个晓得吧？葫芦我不是感冒病，我是抖抖病抖哦，因为冷热病一冷一热嘛，葫芦没得，葫芦又没，我控制不住的。姐姐，你哪能啦？我不是得得病，我是被得得病孤单了。不过是孤单的毛病啊，好好买花我阿七。好的。大发，那最近单位里空三个小路男的。虎啊！啥个虎子？车祸。车祸啦！车祸。不，我上班开始是车祸生意啊。本来是做这个。哎，车东部，那么这个以前车东部生意好嘛，发展做车子，将来我要开发一个车东部给你开发公司。好的好的，大发，明年发达当然是好事体，侬做生意嘛，还要公平啊，不可以做违法乱纪，你晓得吧？这个当然了，违法乱纪的事是不能做。你像有一次，我设计的那个投资在一家厂生产，他们就做那个违法乱纪。上海话一直讲啊，江湖讲的就是官逼职业，学不正宗。嘎轻的年纪又嘎笨了，有这事。阿南喂，阿南喂，大伯讲苏北口音是有道理的。几个女人也是一到苏北去开发，接触了苏北人的，到苏北人做生意嘛，苏北话回来，回到上海话嘛，上海话翻不转来。这个不要紧啊。过不两三年没翻出来的，哎，来侬苏北闲话笃定讲好的。行。大发，
侬刚刚为了讲啥个工厂根据侬的肚子去生产，那生产啥物事啊？侬肚子讲隐私啊，叫侬少放两屁。啊，哎啊，这个肚子，这张肚子呢，这张肚子啥个多？因为臭豆腐给生意好了，手工包来不及的，要用机器包臭豆腐给，那么设计一张肚子。哎。肚子设计好，机器做好，做臭豆腐干只要炸一打，臭豆腐干一出来就是一把。臭豆腐干没有出来之前，先有一股臭气冲出来。哦哟，工厂干一天下来，臭气满天呀，啥个臭，啥个臭，臭气一直冲到弄堂口，弄堂邻所隔壁是臭死的，臭死的，都来打搅救命的。不过闲话讲出来，臭不臭呢？这臭豆腐给开发公司从此发展的名气啊响的，这事体也蛮奇怪的。我说许多事情是这个套了，不臭是臭名，越臭越出名，叫臭名远扬，将来还要臭满全球。这个臭了快结婚来着。我说不要烦了，侬好期待，再不去要臭人帮助。大哥，都来呀。哎，侬这个臭爱菜的公司打电话来过来。哎，李哥，那根本我今天去臭爱菜啊，走了。哪能跟我讲客气啊？还跟我讲走位，还能帮我跟侬讲，上侬走好啊？啊，走位啊！哪能来呀？哪能妈妈呀？哦哟，阿娘，你老子发病，肯定是我补漏洞啊，来不及呀！哎，好了，哎呦，不容易，中兄们哈，没有蠢吧？我绝不承认。真收入也请客，请到钱财里。哟，不，钱财里。不行，请我了。干嘛好？不客气。那再会了，周师傅。再会啊。哎呀，难啊！什么事？我的那个翁婿关系到此结束。再会，周师傅。再会啊！哎呀，老娘。哎，总算完好不成方。哎呀。伊拉想念家，你念哪个？嗨，秦公公啊！又秦公妹。哎呀，有没有消息？我就是来告诉侬消息来的。哪个？阿拉一个小五仙啦，临发啦，骑到广州去白相去了，开机大发得知梅芳啦，接了两高头等了这个叫杨仁来的。哎，糟糕！是吧？伊拉两个人龙家人正在。哎。哈，搿对夫妻，我不同意哦。我当然不答应了。我反对。我现在已经提包打起了，叫伊拉回来。哎呀，各种提包没有用了，等于把你帖子一飞踩那个。嗨，我给这提包去吧，叫他叫不得不回来。哦，那提包内容哪个讲讲？我讲，侬走了马路上，把那汽车夹死他了。现在西施没摆了屋里，拿快递转来大理。现在的人了已经来了，已经杀他秋，杀他秋，已经秋。哦，将他公才是把无情，这道上人才大了，为什么不搞诺贝尔车子干啥呢？哎呀，我讲死了，阿拉大发不相信的啦，大发晓得哎，我有菩萨保佑，不会死的啦。我不信，信不信？这是假的呀。雪雪伊拉回来也行吧，你不真个谢谢。爸爸雪头，哎，你讲个，我要开新屋去了，我去啥来开新屋？喂，哎，侬开进了新屋啊？哎，广州的事体讲得掉。前头了，跟我讲个，讲出来自己气煞来，那么影响伊恢复健康。我懂，我懂。哎，秦哥。哎，我晓得，我没讲过。不是呀。啊？哪个囡恩了？了想念一个家家，一到要家家。姐，搿姐姐辣辣广州呀，根本哪有勿好老是告诉伊？你在屋里搿种，搿我想个办法，另外请个人代替姐姐冒充一下，让伊可以冲过去，那么安心一下，毛病能好。哎呀，搿办法好透，搿么侬人行个勿啦？我有人倒不是啥子。哦，人呢？人人辣辣？是人啦？就是侬。哎呦，要死快点了！我了，想搿侬帮帮忙嘞，侬就讲讲谎话就骗骗嘛，算。我骗人讲谎话，谁够不啦？阿弥陀佛！哎呀，吃素老太，这个叫那骗人不是做坏事体哎，真是做好事哎，叫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恶毒，身不暖还烧香，做好事哎。根本不像个呀！像我啊！
我囡母呢，眼睛看不出包子了，耳朵不清爽了。那么侬去冒充的辰光，一石两拱，稍微辛苦些。要扮演一个姐姐，又要做侬自家。当自家的辰光，侬用低音；当姐姐的辰光，侬用高音，用花腔女高音。玩花腔也是。侬自家的闲话用低音白死。那么我那旁边指挥，需要姐姐的辰光。我收材子十个汤，就是高音十个汤，就是自家低音，我叫十个汤，十个汤，姐姐，十个汤，十个汤，阿妹喂，哎，爹爹，十个汤，刚刚为同志呢，走了，哎呀，我脑子啊真不好，哪能够问人家姓啥叫啥的？嗯，我看了三，李勇啊，妹妹啊。哈哈，大发个妈来的！哎，哪来的水果啊？侬哭死了，囡囡啊，水果哭死了！啊，我有地方坐的，囡囡啊，那我买几袋东西，侬要多吃点。那不要浪费钞票，真的不要。要不侬吃吧，多吃点。哎呀，不要客气了。哎呀，李勇哎，我是已经要来批侬了，头门事体实在忙不过，走不出了，我怎么办？李勇哎，万一有个人来开门的，我要小侄子啊，开心死了。爹爹为啥呢？我到菜市去啊。爹爹不要紧呀，我现在要扮演姐姐的。又死了个东西。爹爹为啥呢？我们姐姐来开门的。真的是姐姐来了。我说叫妹妹，姐姐啊，妹妹呀、啊，拿枪去找新西了，姐姐啊，我上个岗位唱找新西了。哎，那个姐姐是啥个了？因为那姐姐隔两年一到一来了开这个豫剧大江山。你两个老太婆了，阿姨了，妹妹姐姐谁来一道了，看见台上了想叫一声妹妹啊，那你给那个老太婆的拍手拍脚谁那么个吹头光呢？好听，好听。好的，阿姨啊，你语气不要唱了，要讲闲话用高音，不要忘记。姐姐啊，妹妹，我讲是那么上头大壮的，还吃得要你？姐姐啊。啊我刚刚的声音，刚刚的声音在隔壁平房间里向收拾收拾了开刀，那么牙心骨头肚皮破开了嘛，上面就叫救命了。不，侬稍微控制一点，他刚才讲稍微平一点。姐姐啊，我是侬的姐姐，妹，叫着像羊叫一样。姐姐啊，姐姐怎么叫得像羊叫了？哎，那姐姐啥毛病啊？啥毛病啊？那个姐姐是多灾多难，多病多痛啊！刚刚艾滋病好了，得那个新毛病，得那个羊癫疯。姐姐啊，妹妹哪呢？亲，但是要当心，晓得吧？啊，我晓得嘞。妈，丁丁，哎，妹啊。妈，哎，那你家大了，自家身体好重，这样吃啥就买点吃吃。吃吧吃吧，我每年出去。哎，侬吃素哎？我吃素去。姐姐啊。早点出院吧，侬要求求啊！好的，妈，
本人去求求医生，让我早点出医院。哎，求医生受用强的，侬要求求菩萨，叫菩萨保佑侬。侬每年嘛念个一百句嘛阿弥陀佛，再磕个五只香头。哎，个叫五香头。姐姐啊，我怎么打呀？哎呀，我干不亏的哪能去这个呢？哦，小姐，小姐，什么关系的？哦哦，妈，妈，今天打话来过了，姐姐。嗯，奶奶。妈，哎，妹妹。哟，发病了，发病了。我已经认清出来了，这是哪一个人拿来了屁股，拿出手要屁股啊，爹爹啊，爹爹，爹爹赢了赢了，爹爹到底出啥事了？出啥事了？侬不要多心，不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一个姐姐，一个是姆妈，万一要问我，一共三个人啊。爹，侬没骗我，没有骗侬。妈跟姐姐两家人在那吃的。哎，这么好的，妈，哎，姐姐，那两个人再跑过来，拿个手来帮我摸一摸。给你当了，那妈的手比我。那那那妈修了当的了啊！哎，这个是妈的手。哎，对哦，对哦。姐姐，还有侬的手呢？给比当，给比当。姐姐手没弄弄，妈手放脱，姐姐的手就来了。我不放。哎呦，老举！姐姐，侬来呀！啊，来来呐，姐姐新来的嘞。这个是姐姐的手。哎。这双是妈的手。对个。姐姐，还有侬的手呢？侬的手还能过来帮我摸一摸？来呀！一定出来帮你摸呀！我也没三只手。你都不聋，只不过面孔上多一个布，一个布不要紧，奶奶叫洗修一修。弟弟啊，哎，今朝哪能没客气大发来请我啊？大发，大发没空了，你车上也忙不过来了。弟弟啊，姐姐呢？家家出去了。到啥地方去了？到这个，到那个，到这个那个。爹爹，侬最近到讲闲话老是吞吞吐吐，那到底了搞点啥个名堂？上个礼拜妈又到医院冒充姐姐，那到底了做啥？爹爹，姐姐又到底出啥事情了？出啥事情了？你看上去瞒是瞒不过去的。那个姐姐，咦？你哪呢？哪里有人啊？少年。少年啊！孟子。
么晓得我住在此地啊？就是我，你住在这块的？哎，我住在这块30多年了。那这地方是你来的噻？是我的大人啊。那你真的是我张人啊，爹爹、啊啊、我跟了翁婿关系了，医院里已经接受了。你可不是啊，爹爹。高头了，爹爹，你听我讲，爹爹，爹爹。我就是黑龙江的盛开。盛开，哎呀，爹爹，阿爸听见在港区路啊，江湖名字就叫盛开呀。侬是？盛开。是啊。盛开。盛开，就是我。嘿嘿。我来说说。你妈妈在跟你说过啊。我们两个人到上海来举行结婚仪式的。讲过啊，爹爹，爹爹是回来就到了港去过啊，侬忘记他了？嘿，侬还说不两个人一道走来呢？这有什么关系的啦？因为我工作太忙，实在走不开。上次我从榆林出来，坐着快就来过了，家里没个人，所以我今天到医院来看我是侬啊。啊？哦，你就是朱丽蓉同志啊？对的呀。哎呀，你在榆林那个头包袱，我认不出是你呀。想不到你就是美邦的妹妹。对的对的。哎呀，哪能那么巧，还不是你自家人了？侬哪能刚一来啊？哦，因为单位里太忙，实在走不开，所以刚刚来。好的，就是走开些。好，帮忙帮忙帮忙。哎，来这刚挨了，来不及了啦，来不及了啦。我啥个意思啊？这个爹爹那个爹爹这个那个好嘞，你也不要这个那个了，我都晓得。去年的我在广州越秀公园看见米坊和一个男的在一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好，插空老热心只好谈吧。实不相瞒，因为李勇这次毛病不能出席婚礼，打发了姆妈叫伊拉个姐姐去顶替嫁过去，刚好是当夜回来啊，你晓得伊拉李呀出走。哎呦，真不要脸呀！不要生气呀！想不到打不自己中意。爹爹，哪能可以进宫啊？阿奴，侬不要伤心哦。我真是眼睛瞎掉了，怎么会回到这邓家去呢？为啥了你的当，毛中打发我到榆林，你真是的，你儿真是的。好，我才晓得了，原来到榆林看我，还不是打发。儿子呢？不，朱勇同志，我是好心做了坏事，请你原谅啊。美芳啊，我不能原谅你。对，不能原谅你。等你回来，叫你赔偿经济损失，叫你多出8块钱。啊？那8块钱结婚证是一张纸张费了，纸张费了。爹爹。那老子钞票，来来来，上天高头，侬有没有要讲要了多少钞票？后来没有拿过。我真的没拿过。后来只有多300块洋钿。那、哎、300块洋钿，给你那是顶替费啦，顶替费啦，300块洋钿毫无费。哎呀，你不晓得伊拉会如假神真的啦。姐姐。侬真对不起我啊，美芳，侬对不起我啊。好，等伊拉回来，叫美芳跟侬走，叫大夫跟侬跑。不要！哦哟，算了，大家不是自家人嘛，马马虎虎算了。啊，再让伊拉咔嚓算了。哎，大人不做小人之过。我去救他！我拿金箍不要命，拿石子拍我啦！哎，我问侬，盛开，侬看李勇这个人怎么样？朱立勇，品德高，多少好！李勇，侬看盛开这个人哪个套？好，大大真是为好青年。好啊，当初
姐姐代替侬去嫁拨大夫，现在侬代替姐姐嫁拨沈开。哎呀，这个把你想得出难题上梗。哎呀，这办法好极了！哎呀，这个办法好极了！哎呀，哪能会把我想出介好的办法呢？我来都不去推个了，我一样倒是一个老母，对不对？我真的是我女婿，我真的是个上瘾喽，那么真的是我男人喽。爹爹，我还干的是啥？好，好的，爹爹了。你这个什么花子？哎，这个是绍兴花。绍兴。哎，好嘞，好，我看你不起啊，面孔还漂亮哦，就不过面孔多个布，一个布不要紧的，多擦一点针织上好了。怎么把你想得起来的？想得来，想得想起来的。哎，难道你比太笨啊？我衣服好。不是的，祖灵同志，听得告状，这种人我是爱的。我也爱我爱你。哎，我话还没讲完呢，我讲我爱他这个心灵美，真是的。哎呦，请伯父哎。哎呦，那我没走呢。啊，来了，哪里来了？侬个小娃头一箭双雕，侬个只算盘倒比我还要精到嘞啊！是美凤，我认得我，好姐，在那广州公园那岗位的神经病，就被一个人认得了，送到神经病医院去。姚大发，侬知道吗？是啥法？我晓得嘛，我是丈夫。又搞了，伊是我老婆。不对了，那既是侬老婆，今个我不认命啊！哎呀妈，你不要搞了，我得举个例子，伊是我老婆，我得登过几个。这姐姐，侬知法吗？啥知法不知法？我只晓得姚大法，对吧？哎，侬晓得吧？我是大法的妻子，我是一个妻子啊！啊，侬是一个老婆，阿伟搞错套，明明我是一个老婆嘛！不对喽，侬是一个老婆。哎，阿爸，侬哪能搞的啦？我们两家头不是举行过结婚仪式啊？侬搞嘞？侬等于举行过仪式，我就等于登记过了，侬晓得吗？我弄不懂了。你到底还是举行仪式重要呢，还是登记重要啦？我弄不清嘛。结婚时不，反正以登记为真呐、啊。我爸爸在那登记有点记号爱好。好了，不要一本正经了。哎呀，侬也要嫁拨我，侬也是要嫁拨我，我哪能敢吃香了？这侬嘛，伊嘛同居过对吧？哎，沈凯，我跟侬同居过不啦？伊像真的一样。这两句闲话讲实在的。哎呀，沈凯。伊拉天是一人是某一人在上面煮成熟饭，伊拉天同居过的啦，亲过客啦，已经是举行过仪式的。爹爹，登记后就是不办喜酒，不举啥个仪式，还是夫妻。姚大夫，现在我到法院里去离婚。哎，我急嘛急，没结过婚，离婚了，你们又来，早早去结哟。是美凤，我都能到医院里去离婚，来，法院里去。离婚！离！气婚了！这个，侬要离，侬要离。那么，哪要离婚？法院里要去的，拿两张结婚证书都要调一调不好的。我要到法院里控告你们两个人。控告！喂，你要控告了？哎，你挂了啥子了？挂了！挂那边来送婚书。爹爹，一桩事体侪是侬不好，侪是侬不好呀！哪能怪起我来的呢？侬哪能可以好叫爹爹去代替我啊？早怪我了，怪伊那个娘不好了。好了，侬怪我啊？你钞票哪能进啊？是了，是了。哎，大家在自家人，沈凯，自家人好商量。既然侬欢喜，搞不了搞，私了，还不侬。我的没规矩。哎，姚大夫，侬拿我脚踢开了。侬没听见，一起搞了起来。好啊，侬这个没良心啊！侪是侬辣辣引诱我啊！我辣引诱侬啊！是不是？侬这十三点四个洗个洗个洗上来个！侬个小娃头引诱我囡恩不收，还要管我囡恩是洗个洗个洗个啦！侬个没娘教训你娘，我洗个洗个！我娘，你不要话讲，我娘是你娘，你是我娘，你洗个个，我娘。Thank you.
为啥不公心地发力呢？侬，还有侬，已经跟上了万寿啊！这个就叫分量不均。丢丢毕竟，不管如此啊，我儿子要吃官司，我实在不舍得的了。哎，俺能吃两年官司，我舍不得的了。不管同志，吃两年官司嘛，实在太基本了。要么我想帮伊出眼好吧？那既不出一三五，我出二四六，星期天不休息。刚刚这篇文呐，是晚应两年，晚应，晚应是啥？晚应我也不晓得了，我从来没晚过了。晚应呢，才是不该进去的。不要搞好不？哎，不过我要提醒侬。如果来了这个两年当中，从来是要关进去的。我不会来了，来要改工作。妹妹，跟不上吗？我对不起侬，我一定重新做人。对啊，应该吸取教训，明年回家。现在我儿子了老子一些电视片，进行法制教育，所以我儿打算呢，拿那这方案子啊，全部落下来。那看哪能啊？法官同志，落下老老啊，一路上人家才认得出我，臭豆腐卖不出去，人家也臭脱了。好。电视录像我同意的，要录几集？录一集。可惜吧，刚好刑期只录一集，搿期末好录十集，我每一集都争取参加。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啥个条件啊？那要给我劳务费1000块。哎呀，别吵个嘞！哎呀，1000块不是我自家拿了，我拿1000块让你去印这个法制教育宣传品来发给大家。哎呀，搿哪能大家要好？